出第一节，脖子在高位，小胖是被严巴达式的招呼，再回一个脖子，一个假动作切入进去，左手放进，这个假动作成功的骗起了克拉。今天国王队的用兵也算是蛮保守的，登陆的是三人当中有四个人目前是还没有上场记录。好，又是罗布，这个有点不讲理的外线投射。应该是给工程师的犯规了。霍利菲，如果每一波进攻都是让他去这样做处理，也未必是一个好事哦。的确。我现在负责防守林立人。脖子拿球，剩下四秒钟，对方倒地之后，脖子切入进去，哇哦！要比宽度啊，哦吼，他也很宽哦，他也有坦克切啊，对，刚刚很好的运用自己的身体去清开空间哦，哦吼。